我哋翻嚟第二節啦，咁啊呢節咧就一個都係又係好爆炸性嘅新聞啦，咁啊其實我又唔係太明係咩嘅，即係我就係睇到 mysterious 呢個字，係跟住咧就係 dark oxygen 啦，黑氧氣。咁第一樣嘢就係有啲咩咁神秘嘅地方咧？呢、這個黑氧氣嗱，咁啊唔好用黑字啊，用個暗字啦，因為咧同大家認識到咧叫咩 dark matter 暗物質。是相通的，在這裡用了同一個字匯來去形容一件事的。在宇宙間我們沒辦法確認它應該有在這裡，但我們看不到那些物質，我們叫暗物質。那就是說，如果在地球上面有一些我們不知為什麼會有的氧氣來源，我們解釋不到的，那我們就叫做黑氧氣。即所以你不要以為是即、它是黑色啊這樣的意思，而是一些我哋唔能夠理解點解佢會有出現到佢個來源嗰條數點解會有呢嚿咁嘅嘢嘅咧？多咗無端多咗條數，就係原來有個地方係會同我供應氧氣喺個地球嗰個大氣嗰度咧，咁就成為一個好爆炸性嘅新聞。咁呢一個新聞咧，即係來自一個研究，就係刊登咗喺叫 Nature Geoscience 嗰度嘅，好似係嚇。咁即係自然期刊嘅網站，亦都有大肆嘅研究。咁但一般嚟講，當然啦，最勁嘅研究就係你自然期刊本身 Nature 本身嘅論文。但係呢一個喺 Nature 核下嘅 Geoscience 呢個論文咧，就係佢就係一個好偉大嘅，即係好難以想像嘅新發現，但係未解釋到嘅。所以如果到真係解釋到嘅時候咧，出嚟係即係 Nature 自己本身都會刊登噶啦。咁又係同我覺得同上次好似嘅，就係一個新嘅發現。但係完全我哋而家未有人去完整解釋到點解有會有咁嘅事，就係一個而家係即係喺呢一節要講嘅就係話咧，我哋地球上面發現咗除咗呢一個光合作用之外，另外一個竟然都可以咧大規模去揾到氧氣嘅來源咯。嗱，揾到呢個氧氣嘅來源咧，點解會係即係我哋不能理解啊？氧氣喺好多地方都有噶嘛。佢而家話喺海洋嘅海底度，咁係深處添啦。咁但係呢個有咩奇怪咧？嗱，即係就咁講，你如果咧唔係牽涉到生命反應嘅嘢咧，一般嚟講好多時係消耗氧氣嘅，唔係產生氧氣嘅。即係你就咁擺嚿擺嚿鐵喺度，佢係同你生鏽嘅，佢係幫你將啲氧氣攞走嘅。你有一啲生命有啲燃燒，即係話或者唔係啦，就咁純粹啲嘢著火燒咗，通常就係將一啲氧氣係攞走嘅，即係就係因為咧呢種化學性質決定咗，就係話嗰個地球形成嘅時候起初咧冇乜氧氣喺度嘅，因為你如果純氧咧係好容易同其他嘢化合咗之後咧，就會變成一啲比較低階啲，譬如好二氧化碳嗰啲咁嘅嘢咯，即係所以你話點解？在那個金星上面特別多二氧化碳，其實不止金星的，地球最初形成的時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在個大氣上面的氣體很多時候，這個氧因為它的化學上面比較活潑，它是很容易跟其他東西化合了，你說如果跟鐵化合它就是鐵鏽，跟碳化合它就是二氧化碳，跟氫化合它就是水，咁好少可會難得會有一個純氧喺度嘅，即係你話如果咧地球上面咁獨特累積咗咁多嘅純氧咧，我哋就好即係主流上面就一路認為啦，就係因為我哋地球上面產生咗第一代能夠進行光合作用嘅藻類，後來甚至乎變成為植物，咁於是乎光合作用長年以億年計嘅累積，就將地球上面大氣入面嘅二氧化碳換咗好多，大部分換走曬變成氧氣。咁我哋地球上面個大氣70% 係呢一個嘅氮氣，20%咧，21% 係氧氣咧，就我哋基本上咧幾乎100% 就係歸功於呢個光合作用㗎啦嚇。咁因為呢個解釋係即係我哋地球嘅生命嚇，咁所以我哋地球嘅大氣同第二啲人唔同咯。咁所以係一個好強烈嘅證據，有二氧化碳有生命，所以我哋先有一個含氧量咁高嘅大氣嚇，先然之後就改變曬成個生命演化嘅軌跡。咁如果你突然之間話俾我聽唔係，有其他嘅來源一樣可以產生到氧氣咧，咁成個嗰個生命演化嗰個故事係咪要重寫咧？會點樣唔同法咧？咁即係所以就係一個好震撼嘅發現啦嚇。咁但係究竟有生命先定有純氧氣先嘅？
嗱，而家就你可以咁樣去問啦。如果係有一啲嘅機制，佢係可以唔需要生命都有啲氧氣出嚟嘅，咁你就可以話：，誒唔係喎，可能個地球本身已經有一啲機制係出咗氧氣，吸咗二氧化碳，咁於是乎咪更加方便有一個條件嚟孕育我哋今日呢一種要吸氧氣嘅生命咯。但係如果你話唔理我哋嗰啲新發現住原本嚇。即係我哋都成日揾嘅，喺地即係喺海底上邊咧，好多時有啲生命咧係唔需要有牽涉到氧氣嘅，佢哋可以喺無氧嘅情況之下咧嚟去攞到能量咁樣。咁後來就陰差陽錯地自己產生咗啲叫光合作用嘅嘢，尤其是喺嗰個水面嗰度又接觸到陽光嘅地方，就更加有利於呢啲會能夠攞到陽光嚟去將周圍物質變成自己食物嘅一啲咁嘅生物咧，就會即係有利於去孕育同繁衍嘅話咧。咁即係你喺呢即係一呢個故事一出嚟嘅時候咧，你就係一定需要有個生命先至會有呢一個氧氣嘅出現咯嚇。咁嗱，呢個又要講到就係今次嘅發現咩咧？就係喺嗰個一個喺太平洋的東邊靠近美國西岸那邊，如果你說在地圖上面那個地球儀上面找，它是介乎在那個夏威夷和墨西哥那個緯度中間的那個東太平洋海，就是那個海域那裡，在那個海域那裡就他們做一個海洋含氧量的測量，而且主要是深海的海洋含氧量。在我們一般的認知來說，你個海洋嘅含氧量咧，一定係越係海底就越低嘅，因為喺海平面上邊咧，我哋好容易有一啲咧會進行光合作用嘅藻類喺表面嗰度嚇，然之後亦都有好多嘅生命喺度，同埋甚至乎嗰啲即係海浪嘅運動啊，甚至乎嗰啲天氣啊、打風呢啲嘢咧，亦都好容易幫我哋咧將一啲嘅即係氧氣啊，係融咗入去嗰個即係海表面嘅即係海嘅表面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多嘅呢啲海洋嘅生命咧，就喺上面嗰陣啦，嚇最豐富啦。越下邊咧都繼續有生命，但係就個越嚟越少，同埋越嚟越古怪嘅。咁下邊嗰陣嘢好多時就靠上邊嗰陣嘢跌落嚟嚇，或者係即係你可以諗就係即係大菌食細菌，大魚食細魚嗰種。所以我哋往往揾到，如果喺海床好底嘅地方都有生命嘅時候咧，我哋會好驚訝嘅。有啲係可能哇，去到即係五六七公里都仲竟然仲有生命，我哋就會好驚訝噶啦。你話如果一兩公里下面都仲有一啲魚類嗰啲咧，我哋揾到有嘅嚇。咁因為我哋都能夠理解嗰個嘅海，甚至乎有啲湖底嗰度咧，佢都有一個嘅生態平衡喺度咧，令到佢可以好深海都有生命。咁但係嗰啲深海生命好多時就唔見光噶啦，光照唔到落去噶啦嚇。咁然之後咧，佢係會承受好大嘅水壓嚇。咁然後就係咧，佢有佢自己嗰個即係揾食個機制，就搏喺上面有嘢跌落嚟咧，就去食嗰啲有機物咁嘅樣。咁但係去到譬如話咧，去個海床，去到嗰啲馬里亞納海溝嗰度咧，基本上就即係我哋見到都有一啲生命嘅跡象，但係就好稀少，好稀少嚇。但係如果嗰度仲有一啲咧海底火山嘅話咧，個生命嗰個多樣性又會多翻好多。咁我哋就會諗啦，就係隨住嗰個物理嘅條件嘅變化啦，即係氧又低，即係個光又少，咁所以個生物多樣性咪低咯。咁但係而家好得意啊，喺嗰個咧夏威夷以東同埋呢一個嘅墨西哥以西嘅嗰個叫做東太平洋嗰個嘅海床下邊咧，就發覺佢個含氧量咧係奇怪地高，偏高喎。我哋一路將嗰個儀器擺落去，就應該係越係往下邊個含氧量越低喎。但是咧，竟然零零舍嗰個海域咧，係調翻轉頭咧，係高咗喎。咁佢哋第一件事就諗個儀器有問題，咁啊攞翻出嚟重新去測過，再試都係咁。喺其他嘅海域冇呢個問題嘅，但係零舍嗰度咧就有零舍好獨特嘅地方，就係當佢哋即係重複試咗好多次之後，發覺喂有啲唔妥喎，會唔會其實嗰度係有一啲我哋以前冇諗過嘅嘢咧？係嗰度有一啲氧氣嘅源頭，我哋冇諗過佢係會係產生到氧氣，但係嗰度有嘅咧。咁於是乎去做多樣嘢去試啊，就喺嗰度打撈啊，撈下嗰度個海底有乜。結果佢哋揾到好多一嚿嚿嗰啲咁嘅，即係佢哋叫做嚇，即係都佢哋叫 noodles 啊嚇，一啲係一啲一結成一嚿嚿嘅金屬狀，入邊好多複合金屬形成嘅一啲咁樣嘅一嚿嚿嘅嘢，喺嗰度特別多。
咁啊，其實就有啲古怪嘢啦。咁嗰度有啲金屬嘅話咧，咁就會其實理論上可以出一啲化學反應噶咯。即係台長你唔知道，即係要你諗翻啦。好耐以前咧，啲金屬掉落啲水同掉落啲酸咧，你記唔記得係即係我哋係中學嘅時候要讀啲咁嘅嘢噶嘛？記得嚇。嚇！嗰啲活潑聚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我哋仲會要老師要背就係話唔同嘅金屬佢個活潑程度係點噶嘛嚇，咁而且咧學識咗呢樣嘢咧，就幫我哋理解到咧我哋嗰啲咧不鋅電池嘅原理噶嘛，嗰啲乾電池點解會係發到電咧？就係原來我哋咧就將兩種個活潑程序活潑程度唔同嘅嘢，咁嗰個活潑啲嘅嗰樣嘢咧就專係幫我甩啲電子出嚟噶啦，佢就會。有能力將啲電子咧就壓去甩去咧另外一邊，即係一邊就陽極，一邊就陰極咁嘅樣嚇。咁陰極嗰度就有個還原嘅反應 ，OK。咁於是乎咧，你學咗嗰啲咁嘅唔同金屬嘅活潑聚，學咗佢哋會有咩化學反應，學咗個電路電池嘅原理，再學埋電解嘅反應。咁我哋就知道咧，有一啲嘅情況咧，我哋可以出到氧氣嘅，就係譬如我哋電解水，我哋又可以出到氧氣嘅。咁我哋一邊就出氫一邊出氧嘅，如果你夾硬譬如話將個電池兩極就連落杯水度呢，兩邊就有泡泡出嚟嘅，即係俾電落去呢就將水電解，就會出氫同埋氧咁樣，而且視乎入面啲水有冇多唔多雜質呀，啲濃度係即係雜質濃度係點呢，令到出嚟嘅嘢嗰個即係傾向亦都出唔同嘅氣體嘅，亦都會，但係最基本嚟講就係即係氫同埋氧。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大家有個學説，即係有個猜想嘅，就係話喺嗰度打撈出嚟咁多一嚿嚿呢啲複合金屬，佢應該唔淨止係即係一啲比較純度高啲嘅複合金屬嚟嘅，就唔係話一嚿完全係化合物嘅嘢嚟嘅。咁喺呢度亦都好得意啦，點解喺即係地球上面呢啲環境會有一啲比較純度高嘅一啲金屬，唔係話化合形成咧？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地質問題。個難度就同我哋先前講嗰個火星上面地質問題係等同噶啦嚇。咁004嗰個位咧就有一堆金屬喺度，嗰啲金屬當然啦，即係喺嗰度擺嘅時候，佢可能那個地理擺法就令到可以拼得出一種咧，好似你將啲海水電解嗰個咁樣嘅情況出嚟。咁於是乎咧就會有氧氣出嚟啦。嗱咁其實而家呢度咧就係未證實嘅。即係未有好有系統地證實係呢一回咁嘅事，但係憑住我哋一啲連即係初中都讀過嘅一啲嘅實驗室知識咧，我哋就估有活躍嘅金屬，再有一個好可能好似我哋將水電解嘅機制，就令到嗰度咧會有更傾向容易有一啲即係氧氣走咗出嚟。咁而家我哋就估緊係呢一回咁樣嘅事嘅。實際係點我哋未知，但係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又會覺得非常之有趣啦。就係地球上邊喺我哋認識，即係應該就係嚟講啊，絕大部分嘅氧氣產生都依然係光合作用，但係原來大自然自己都有一啲能夠產生即係氧嘅機制。咁即係而家仲有好多人質疑呢種諗法嘅嚇，咁但係就會唔會就係答案咧？咁仲有排去驗證咯。簡單嚟講就係喺冇光合作用，因為佢深海嘛，而產生氧氣呢個係我哋之前冇發現過嘅。嚇！而且唔涉及任何生命嘅過程嘅，係完全係一個化學反應嚟嘅啫。嚇！你嗰個地球有咁嘅元素擺喺度，佢就會同你將啲嘢去即係電解㗎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質疑嘅，就係話咧，佢哋咧將呢啲金屬打撈咗上嚟嘅時候咧，都發覺佢哋係有能力去即係好似。砌成一個電池去將啲嘢電解，有能力去發一啲電。但係咧，因為佢係一啲好雜不楞嘅金屬嚟嘅，咁所以佢俾出嚟個電壓唔係好夠嘅。咁佢你而家咧睇到嗰個畫面 show 出嚟咧，你覺唔覺其實佢將佢好似駁落一個電線一個電極，其實係即係同我駁緊咯。呢度嚇佢基本上駁落一個他錶嗰度，睇下佢能夠發到幾多電咁樣嘅。其實係可以，即係俾佢嚿石都可以發到電嘅。佢就唔係就咁一嚿石，你將佢要擺成為一個好似電池咁有陽極有陰極一個設置，你將佢砌成一個好似電池咁樣嘅裝置嘅時候，嚇，即係譬如我哋嗰啲最基本嗰啲碳性電池，就係由一塊鈴呢種咁嘅金屬同一啲碳一個啊咁一個擺喺陽極一個擺喺陰極，然之後中間揾嘢隔一隔佢，佢自動咧就會係俾到一個電即係電壓出嚟噶啦，咁啊1.幾伏嘅。
咁但係而家呢個金屬咁雜不楞嘅話咧，佢俾唔到咁高嘅電壓嘅，俾到零點幾嘅啫。咁於是乎咧，熟悉呢啲咁嘅化學嘅朋友，佢就會質疑啦。你要電解到水咧，你起碼要一點幾伏特嘅。你個伏特太低咧，電解唔到水嘅。咁即係而家就話諗呢堆嘢，淨係俾到零點幾伏特出嚟，佢唔夠電解水喎。咁樣咁，但係亦大家就會話啦：，嘿，你一嚿唔夠啫。大家都知㗎，一嚿電池一點五伏，你將嗰嚿電池串聯起上嚟嘅時候就三伏四點五，你只要咧將佢串聯起上嚟咪得咯咁。咁而家喺大自然上邊有邊個咁得閒同你可以將呢啲嘢咁樣去串聯到埋一齊咧？會唔會即係佢個地質個反應，佢意外地可以造就到呢啲條件咧？咁而家呢啲嘢全部就係一個學説嘅階段啦，就未得到證實啦。但係如果你問我咧，而家暫時完全嚟講咧，呢一個有金屬喺度構成到意外地構成到一個電路將水電解呢樣嘢咧，就似乎係最符合我哋即係以往學過嘅一個嘅即係機制咯。簡單嚟講就係，如果點解有氧氣喺心嗰度，因為喺下面有一個就自然界形成嘅電解系統，所以有氧氣。咁如果唔係咁，有咩解釋啊？會唔會嗰度有生命咧？嗱，咁而家就唔知道。OK， 嗱，你會唔會係有啲微生物反應嗰啲咁啊？因為你喺嗰度就唔會有啲光合作用嘅生命反應噶嘛，嚇。因為你冇光。係啦，同埋你就算微生物咧，你都唔可以話就咁就講曬。你個微生物本身，佢哋能唔能夠產生氧？有一啲微生物，佢本身就係要黐住光合作用機制先能夠產生到氧氣嘅嚇。會唔會有啲唔需要光合作用嘅機制都能夠產生氧氣咧？咁呢個就即係可能即係唔能夠完全否定啊。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機制都能夠做到咁咧？咁呢個就留翻即係變成為一個喺海洋地質學同埋喺呢一個嘅地球科學同埋呢一個即係海洋生物學嗰度咧，就一個突然之間有一個好有趣嘅課題啦，就針對翻喺呢一片嘅海洋度，點解有啲咁獨特嘅機制咧？咁但係我都預期就係話佢能夠產生嗰個氧氣個能力就遠遠比唔上我哋而家地球上邊嗰啲即係光合作用噶啦。但係會唔會就係啲少少？因為你諗下，地球當初形成嘅時候係冇光合作用嘅生命體喺度嘅。咁但係即係變咗，當初呢啲地球上自然本身就擁有到嘅一啲產生氧氣機制，係貢獻到呢個地球大氣上面嘅氧有幾多咧？咁呢個就即係令到成個嗰個地球嗰個嘅地質演化嘅歷史同埋個生命演化歷史咧，就加咗更加多，即係令到件事更加複雜嘅變數喺度咯。我哋呢日喺呢度結束第二節，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